散，还有什么期待？他悼念爱无止境的孤单，是什么让他如此放不开离不开？这里有属于他们爱的存在。我听说当黑暗不再出现光的时候，还会有什么人能够陪伴他的左右？他失落面孔让人感到撕裂般的疼痛，在最后一刻他迷失自己凋零在空中。怎么爱才是我填满的空白，所有人都离开他，他却还在原地徘徊。他推开所有的人，想要自私的活下来。他明白他无法接受所谓的命运安排，希望有天消失不在，一个人承受孤单。